这个就天真起来，我们那个是六十加十岁。你杨飞英语吗？起来。嗯，和这个林立老师。这个应该明白了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一样对的。慢慢改就可以，改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他家是二层楼的话，就都得按二层以上的方法去。对，就别墅。那个明白吗？还有。这是进展，也就是平躺修建。刚才是一层的修建，是平躺修建。有三合院啊，四合院啊，都是平躺。哎，那是那个是去年是前年，有人问我，他是在他家的南边好像动土了。出什么事情？我就按这个那个，他正好在植被那个位置上动了的。我说这个植被，我这个可能是家畜伤亡，正好在那个动土了。我说这个肯定为家畜伤亡，他这能弄对了，人家被狗咬了。在那儿，他是南边那个正在动土，跟我盖房子。我当时搬这个，我就按这个家训这个伤的断断了。就是他说那动作不能问我吉凶嘛，所以说这个位置职位的位置不能动。什么日子？就是按他那个日子嘛，现在不是进去是哪个日子？在吉凶日。对，你看哪一天哪个日子不动，说明这个正好从月上提到日，正好提到日正好，哎，正好在职位上。他以前没用过，那次正好在问我，我就我啥时候用的，套上去我说你加了加去上来，人家就被狗咬了。哦，方位也要用的时候建的推，对，然后选日期他们也是用的推。对，日也是这样，日新建国嘛，对，日都是那样的，对，建国成家嘛。对，就那这个，这是比较古老，都是用这种。四二件还挺起了作用。对，我就用过一两次，也很少用，但是那次用的，像谁刚问我，正好在那儿用这个。平时没怎么用，现在平房修建比较少，但是这北方还是有，北方很多人盖就是平的房子。算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这个修建不单是说以后的修建，就是说以前。